我们今天在这上面画，这是什么？鸡蛋是吗？好。哇哦，好大一个啊！看看有多大，先比一下。爸爸。啊？哇哦，好漂亮！跟爸爸画的。看得清楚吗 ？No。Hello，Olivia。我是谁啊？爸爸。你爸爸吗？爸爸有胡子吗？有。有啊，胡子在哪里？我的胡子呢？我的胡子是黑色的，不是彩色的，我不要彩色的。不要彩色的。No, Ali。他的脸上有吗？没有。不要了。你这个。阿狸，哇，睡了是吗？那我要想个办法啊。阿狸，完了，这个是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把它倒出来，好不好？这样不行啊！怎么没了？哎呦，就剩三个啦，不能再破了。为了保住最后的三个鹅蛋，聪明的李小鹏决定先把鹅蛋煮熟。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哇！好了，再弄一下哈。有。这个不能吃哦，那是生的。啊哈！父女俩玩得不亦乐乎，另一边厨房里的鹅蛋也煮熟了。来啦，阿丽，烫。爸爸吹一下。爸爸的手烫到了。谢谢。好了。哇。来。你也要一个。要。好。扇一扇，扇一扇。睡着了。一直想要一块手表，你也要吗？要。来，哒哒，爸爸有表喽。你也要吗？要。你要什么颜色的？
哎，五，嗯，好了，漂亮吗？哒哒，跟爸爸一样的吗？好，那你给爸爸画一张吧。哇哦，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耶！No. Like this. 好了，我们画鸡蛋好不好？哇，这个难度好高啊！哇，爸爸要开始画了啊！嗯，你先画什么？先画一个鼻子，好不好？来，中间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嗯。哦，看清楚。啊。哦哦，是这样吗？哦。我俩一起比赛，看谁画的好，然后一起送给妈妈，好吧 ？OK， 好。耶，好，那开始了。圈圈，阿弟，我们把它藏起来好不好？等明天妈妈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让她找一找，可以吗？好吗？好，来，帮你摔。先把这个藏起来，好吧？可以吗？嗯，放在